么办，派蒙？最近为了充那个女人，我的钱包又空了。在原事里还有什么未来啊？你还有什么未来啊？你脑子有病吧？旅行者，你确定咱们要在璃月找委托吗？毕竟璃月有最熟嘛。你说璃月还有什么坑是我没踩过的？我操！这会儿就出现了。嗯，旅行者。钟离，你在这干什么？很明显，我在这里挖坑。挖坑干什么？这样挖出来的土，就可以填上其他的坑了。难道他真是天才？说实话，最近开销有一点大，堂主让我去外面找个坑把自己埋了。这么真实的吗？所以，旅行者，为什么我们要帮钟离一起挖？闲着也是闲着，就当年底帮胡桃冲冲业绩了。哎，旅行者，我挖到个宝箱，上面还有个字条，我看看。不用做手术，即刻让你下面又大又粗，那么厉害，赶紧来看看。古人都这么无聊的吗？我也挖到了一块记载文字的铜板，上面写着：别抠了，这里不可以再抠了，再抠……求你别练了，再练就过不了审了。拿过来让我看看。可恶，都这么爱整活的吗？我就不信了，看还能整什么活。这是什么？整不出活不就只剩打火机了？你在说什么？哪怕他们看起来一直能从容满足别人的需求，或许也只是伪装罢了。就像群里天天发色图的人也没有货一样。别再说下去了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……旅行者，你不觉得这个雕塑很熟悉吗？这不就是钟离你的雕塑吗？据我观察，这尊雕塑应该是三星堆限定联动版，这样更加具有观赏和收藏的价值。不过是三星堆而已，还限定？老子包里也三星一大堆。我觉得你俩说的不是一个东西。旅行者，这有个纸条。该青铜雕塑为大型智能储存器，里面收录了炎王帝君以前因为磨损而做出来的黑历史。这根本就是帝君黑吧？璃月唯一的帝君黑不就在这儿？旅行者，雕塑下面居然还有块屏幕，上面还有时间显示，说不定能直接播放呢。这么智能吗？不过这时间感觉不太对啊。旅行者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建议你还是不要尝试接触它了。周离，你是不是怕了？没想到黑历史会被人挖掘出来，是不是汗流浃背了？那你们高兴就好。快看，旅行者，屏幕上写着点一点就有惊喜哦。哈哈，这么简单吗？点一点就可以获得资源吗？别拦着我，我要砸了他！冷静啊，旅行者，破坏文物是犯法的。哎，屏幕上好像加载了一段视频，我看看。传说帝君打完深渊时曾言道：菜就多练，不会躲就别玩。野外是野外，深渊是深渊，你要是总拿野外当作深渊，哥们儿，你怎么不拿你刚出生时对比啊？这就是磨损吧。旅行者，你看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，为了防止被外人看到导致帝君射死，倒计时结束雕塑将启动自毁系统。可这根本不是时间，而是倒计时啊。跳死，有重力的盾在，我还怕沾到爆炸啊。主人竟然跑了啊！怎么办，外婆，炸弹要爆炸了。看来是时候了，旅行者。其实曾经我在夏威夷练习过，只要5秒就能把炸弹拆除。太好了，那赶紧开始吧。你们